多同学都读了点金融的，然后我全都在扬州那个红桥，反正咱们在那湖南的那金融，我在你香港门生家儿子的想到人来了，一面分作小老鼠啊，那你的头发我的心。请大家为了不把有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继续学习佛一教注，那么现在开始讲第二大课，也就是说明不共自见法要为成就出世间大人功德言。那么这呢仍称为法，出无求功德，而自主功德，三原理功德，四不疲倦功德，五不妄念功德，六参丁功德，七智慧功德，八毕竟功德。那么大家需要清楚不光自见法要，就是指在修行自己的身上已经成就出世间的大人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已经包括从无求到毕竟这八种功德。那么这里首先讲成就无求的功德清楚。那么经典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入等地球，当知对自人，堕丘离谷，苦恼亦夺，遭于自人，无求无疑，则无自患。那么大家需要知道主要的就是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心类的去向来自智慧的觉悟，所以主要是觉悟。那么学习一下经论，要求认识到障碍的相，对峙的相，因果及气的相，还有毕竟无障碍的相，最终成就果的相。如果对这些方面都以智慧完全断定无疑，那么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过患，什么是真实的利益，应该怎么走这样修行的道路呢？那么首先要认识障碍的相。那么这里说堕欲就是烦恼堕，堕求欲就是心事的念力堕，苦恼欲堕就是苦堕。那么要觉悟往这条路上走，在自己的身上会出现烦恼障、业障和道障。那么这些要认识清楚了，那么烦恼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少欲就对着呢烦恼，无求无欲就自信了真实的欲，则无色患就是有痰盂所剩的尊重的喉患就没有了。因此呢要从正面反面三复的这个思维要看清楚，只要没在心里增长的贪欲就会停不住，会不断的追求。那么这样呢为求取迷离而奔忙的，从道到晚都得到一个休息，而且呢身心呢非常的疲劳，就自知真性的苦越来越甚了。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以贪欲为根源，会自身无数的烦恼和业力。那么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妄想得到；那么已经得到了呢，还想受乎以及类似。如果一旦失去了，那么内心呢就忧苦不堪的。还有呢，根深精湛起很多的诚心，起精准性。同样，给别人告，那么心里就生傲慢，
不如别人，那么心里呢又生嫉妒。总而言之，日日夜夜都是为追求名利而卷入在生死业当中，那么这样就是烦恼越来越重，心中呢一直被贪欲驱使，停不下来，造很多很多不清净的业，当然这个苦恼就加深了。那这个时候身心的状况呢，完全可以说不像一般修行人啊，确实衰退了。哎，身心的状态呢衰退了，心里呢是坏了真正的安乐，很快呢一生就过去了，没有积到多少的善业，那你最终业力就会堕落三恶趣当中。那么人生一世，因为虚假的声色名利看不破，以这种贪欲驱使自己日日夜夜不停的奔波，那么结果呢，这一生自私在造无数苦因和苦果了，这是何等的一个愚痴呢？那么觉悟到了对立的障碍后呢，要如履在苦的冰面上先造贪欲，虽然一次呢还做不到完全没有这个贪欲性，但是呢也自私稍稍的求一些生活的索取，那么这样的话呢，中中向外寻求的这种冲动以及行为就全部可以停得下来。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有求就有苦，有求内在的心已经投入到里面去了，哎，心已经投入在里面了，那么这个的业缘就在里面转了。那么相对来讲，没有贪欲心无求，就会和轮回绝缘的，哎，包括女士啊、男女啊、名声啊、地位啊，各种的无欲相受，对这些无求，那么尊重的三世业就全部皆断了。为什么呢？因为无求不离心正，那么这样这些身苦就不会遭很多的因，也就不会受那些的苦。所以呢，的确我就说，道与自认无求无欲则无慈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里又继续说到，自而少于上修习，何况造于人生主工作。那么学习这一句，我们要认识因果机器的情况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衡量啊，是烧油核酸还是多油核酸呢？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认为这个因是整个社会一个前进的动力，因为由于所以呢才会奋斗。那么我们要想一下，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要认识因果机器的效果。应当有贪欲退动，会出现奶粉液过饱又如何呢？这一点如果能够确认，那就完全知道对于事故。那么反面遭遇的结果如何呢？这也要观察人事道，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了道义，那么这个烦恼业啊苦啊就会大量的见到，而且呢三法方面呢会迅速增长，这样的话呢道主内心呢会变得轻松安定，那么道义能得到无量殊胜的利益啊。虽然我们每个道路需要知道兵器记载信誉，堕欲是走苦道，而烧欲是走乐道，那么苦道上走下去会造成无量的烦恼业苦，而乐道上走下去，那么自己的身心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欢喜，越来越安定了。所以呢，大悲的世尊这样教导我们，也就是说单单烧欲都应当休息，何况一烧欲可以腾出身心来修善法，能够成就不计其数的一个善行，当然更应当心思了。那么这样我们需要清楚，这里呢有两层含义，就是说但是少欲没有其他的功德也应当修，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少欲就心安了，
稍有就没有弹球，就没有右肋空聚，当然就心暗了。那么相反有痰瘀丝毫，心是不安的了，比如你的心里很较劲啊，干净握在手上怕别人这个拿走，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心里一直妄想得到，会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这种情况就想求男女啊，求名声啊，求地位啊，求这个相术，只要痰瘀很重，在求而不得的时候呢，会睡不着觉，一直大妄想怎么能得到。如果碰到竞争对手，还害怕说多被别人捉走等等，那么内在的心里呢，有追求的热闹，还有呢有害怕失去的空虚，以及有精神的焦虑等等。而且呢真正受益了，你的时间精力可以腾出多少呢？原先呢为了让这个民生利益，为了享受尊重的无语，多少时间投放在这里面，不要说这个其他的，如果仍追求一顿没事，要花几个小时去做啊。如果是追求可以说住在豪华比较这个舒适的，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房子里面怎么装修啊，配多少这个设备啊等等，方方面面自己的欲望特别大，就什么都讲究，乃至于每个细节都花费很多的精力啊。如果追求名与地位，而且呢想往上爬，那你方方面面要个关系，这个时候仍要付出多少呢？这个时候仍要付出多少呢？又会到多少业呢？那么总而言之，哪一方面有贪欲，就决定要为此付出。那么这样子贪欲重的人是没有办法修出实践的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贪求实践的无余名利，全部精力都投在这个上面了，而这个遭遇呢就能成就无量的善法，就能增长无数功德。那么遭遇就是对于生活的要求讲到最基本的一个限度当然自己现在还做不到完全无语，还是要吃啊穿啊住啊等等，但是呢住就一间落房，穿呢就几件衣服，已经足够，吃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应试。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追求，不必要追求实践的名利享受，那么这样兼具最基本的一个付出，其他的时间都可以用来修道了，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修行上，那么结果呢智慧啊心性啊处理性啊慈悲性啊菩提性啊等等逐渐逐渐的增长了。那么对于佛法的认识，比如说从诸行无常啊右漏戒惑等等逐步就上来了，人物啊法物啊如来藏啊它逐渐的渗入，那么相续的戒心也会越来越圆满了。所以呢遭遇的结果是实践的名利享受放下了，那么人法的财富充满内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呢不可能实践法和出实践法双全其美的，一头重了那就一头会轻了。那么实践方上的痰盂能放得下，那么出实践佛法上就提得起，就可以全性的投入。那么到最后修行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内在的欲望性就会越来越淡了，在那个时候呢吃的越来越少，随的越来越少，心情呢越来越好，根本不必要依赖外在无语来求这个快乐。那么这样进行，那就会成就无量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一条叫做觉悟应过集体自相，那么这个集体就是指发展的一个趋势。我按照这样走，发展趋势如何呢？如果往外求时间法，那么这个发展下去就烦恼多，业多苦多，而出时间法上面智慧减少了，经济也减少，定力也丧失了，方方面面都没了。
那么这就看出这是截然相伴的两条路。那一条就是流转的路，往轮回里走，而另一条呢就是还愿的路，往解脱上走。那么我们要选择后一条出世间的这个路，那么要以遭遇作为起点，要以遭遇作为真实的起点，让自己的身心尽可能放在修出世间的佛法上面。那么这样佛心受到清净法的一种训法，那里面的善根呢会不断的发出来，那这样呢会越来越能保住自己的内在的心，而且呢会越来越成就心性啊、真念啊、智慧等等的共振，自己呢就往出世间的方向走了，越来越趋近解脱，越来越有希望了，这样就成就无量的共振。这就是因果机器的相。那么总而言之，以堕于为因，就即其轮回的苦果；而以造于为因，那么则呢及其无量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堕于的过患，造于的这个功德，人人都需要如是的了解。那么下面又说到，造于之人，则无贪虚，以求任意，亦复不为助根所欠。那这是人们要认识少于消除障碍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当贪欲建造的时候呢，内在心里就没有那种残取，这是建造的烦恼，没有求别人的心，这就是建造的业，不被助根所欠，这就是消除了这个苦障。只要能坚持修少欲，那么或业苦三大障碍马上就会退掉，而且呢当时身心的状况根本就不一样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无残取，这个残取就是心里不真实迎合别人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为了求一个名利，就跟世间竞争总统之后啊拉选票一样，为了迎合选民的一个意思，说很多很多虚假的话，这个就是心不真实，处在一种虚伪的心态当中，这就是贪取，这会障碍自己的正入本性了。这个习气越重，就烦恼越深，内心呢就越不清净了。那么现在我个人这个欲望很少，除了维持基本的一个生活，有一间这个楼房能安身，几碗饭能吃饱，有几件衣服能保暖，那么其他没有什么贪欲，那么这样无求，那就是少烦恼了。这么无求，那真是就少了很多烦恼了。而且呢，我的心不但欲望很少啊，就是吃啊、穿啊、住啊，没有什么贪欲多求的。确实是无求的，这样就少了烦恼。还有呢，我的心是平治的，不必要去迎合别人，就少业障，不会增添训斥跟随联系，或者呢求某某人等等。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欲望多，自己就是烦恼重。那么少欲就是人道无求啊，平治高啊，没有求任的心就不造业，再次没有苦了。什么苦呢？原先的因为追求很多，说想要的名声啊、利益啊、无欲流程出现的时候呢，内在的心就安不下来，无根呢会被无欲牵着走，那是很大的一个苦。那么人只要有这个贪欲心，六根就不安定，那么最严重的地方呢就是难以自愈，还有呢真正有追求对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那么六根根本没有办法安住，坐在这里心猿意马的，眼睛会被对方的相貌所牵，耳根呢会被对方的声音所牵，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那么其他方面依次类推，你喜欢饮食，比如说旁边做什么好吃的，那么香味一飘，
鼻根就被牵到里面去了，就像这个狗看到了一个骨头马上就扑上去了，内在的心丝毫不自在，马上呢就被无意牵着走，这样完全盘坐在无意上面，就是很顺的一个哭相。这意味着一旦失去或者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呢，就会非常不满足，会没有办法过了。但是呢，遭遇的人呢没有被这些欲望的绳子帮助，所以呢就轻松的，就没有苦的。那么遭遇的人根不被欲所牵，他是坦然自在的，那么他的贪欲很少，生活好一点或者差一点影响不了他的心境，而不能境界怎么高高低低，他始终不变内心的一个幻境，这就是脱离苦恼。但是三个来讲，如果成了欲望的一个奴隶，诱饵一出现，你就会迫不及待的求取，那就是很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欲望逼上来的时候啊，会不自在的要去追求，而且呢求不到很苦，求到了呢也只是增长一个坏苦。那么欲望的这个标准一旦往上升，看到别人有更好的，就觉得自己落后了，就会再一次过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生当中内在的心就会被这个欲望牵着走，这就是一个大苦啊，这就是一个大苦啊。所以呢，佛就说堕欲的、贪心重的，这样你们想一下，肯定就是这个被这个诸根所牵的。那么这里就是讲遭遇的一种功德啊，遭遇的功德。那么所以确确实一生一世当中内在的心完全就是被欲望牵着走，那这就是一个大的苦啊，就是自己身心上面承载的，没有办法被别人跟你替换的。那这样一生当中都是被欲望牵着走，那是大苦的话，想一下你一天的这个安心都没有了，是不是呢都被这个欲望的构住了，往外奔驰啊。这样的话呢，要勾引你非常就容易了，让你苦也非常容易了，随便让你苦，让你愁，让你忧，让你较劲。魔王呢，只要设定一个幽深的无语，那么你就要去求了，而且稍微变高一点，你一定要告他，稍微降低一点，你就非常不满足，即使一点都没有，那你就没有办法过了。那么这样子就完全圈在困里头了。虽然我们人人要知道白虚幻的六尘所迷惑，增添在分别当中，增添在烦恼里面过生活，不断的增长或也苦，那么这样的人生就是轮回啊，这叫做苦，这个叫做无思议。我们呢不应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应该成为一种欲望的奴隶，不应该把一生的所有的光阴耗费在无意义的追逐上面。如果到了当中真正用佛法的文字的智慧能觉悟到这一点，再转过来往少欲无求的方向上面走，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大家需要清楚啊，佛法求安乐不是外在，佛法是看到苦因是什么，苦因又在自己内在的心上面，那么真正有智慧能下狠心断得了，那就非常简单了。所以呢，世间这个媒体给人宣传很多很多所谓心腹的历练，所谓这个求得心腹的方法等等，世间现在的人呢就信这个了。其实呢，世间人的说法很多是错误的，而且呢讲得很复杂，很糊涂不清的，没有办法得到端定的认识。其实说出来只有最简单的几句话，这就是真理，没有多少话色，就是你要观察自己的心怎么气得哭，它的根源在哪里，一旦根源上能够正式消除掉，那你就有
相知不尽的安乐，事事处处都是安乐，不必要依赖于外在人和的物欲流转，就这么简单啊，就是本来没有苦的，因为你虚妄呢就被逃漏了，就苦了。如果你能够真正放得下不必的一分钱，就能拥有圆满的快乐欢喜了，得到满分的这个幸福啊，你只要杜绝掉你的贪欲就没有苦了。所以呢，下面大悲世尊又这样说道：心少于者，性者坦然，无所又畏，处事有余，常无不住。有少于者，则有涅槃之名少欲。那再往下还要好了，涅槃也就什么得到了。大家心里需要记住，所谓涅槃不是外在有个专门储存生灭的一个涅槃世界，涅槃就在当下。那在这里呢，讲到涅槃的善德，也就是说所谓的八根德、波罗德、解脱德。那这里说心稍于德，性则坦然，就是心是稍有的任呢，他的内心就当下呢坦然了，就会成就法身。如果心里贪求虚妄的欲尘，因此而妄动不已，就会障蔽法身了。而稍于渐渐对这些不动心啊，所谓如同无人看化料啊，像一个木头人看着这个花香妙玉，心里呢不起这个贪欲，就是坦然的，这样会先发生啊。然后说无所又畏，那么这个呢就成就堕落。大家需要清楚，内在的心事事被外在的假象所迷惑，大家需要清楚啊，内在的心呢事事被外在的假象所迷惑，认为好的就拼命的要求到他，认为不好的呢就畏惧躲避他。其实呢，生气呢追求他的冲动是错乱，生气呢逃避他的冲动也是一个错乱，都是呢虚妄的一种行动。那么完全无贪欲的人，到最后见了法的真相。其实周遭的一切本来就是睡意空幻，就跟梦中的境界一样无有自意。那么这自是一些假象，那么这样的话呢，对面前的事物不再当作，远离了忧愁的恐惧，那么这个时候波罗的智慧的光啊就发出来了。世间皆本来没有可得到的东西，迷惑的人呢才拼命的追求，这种人呢就像刻录追求阳面那样，又拼命的逃避，就像梦中逃避大火那样。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心理妄动，就被卷入生死苦厄当中去了。而能真正彻底放下贪求，照见一切无自心，就能成就般若了。那么这里又说出世又欲常无不住，这就是成就解脱德。那么解脱就是在世间而不被世间所染，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的心里都宽阔安闲，这就是处世有欲的意思。那么说常无不住，也就是常常满足的意思所有的解脱就是在一切境界里都自在无碍，没有任何不满足，就平等了。比如说睡一张小的床，就跟睡在天宫一样，心里呢觉得很好的。还有呢，你穿一半的衣服，心里呢也觉得很好的了。无论到哪里都很满足，都是很好的。那么今天吃这个芹菜豆腐就是吃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了。今天做一个拖拉机也感觉很好的，无论到哪里去一切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不满足的，这个叫做常无不足。
那么做事情也是这样，没有高高低低的分别，叫你做很炸很下笨的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叫你去东边叫你去西边也都很好，叫你上山下海都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内在心里的欲望胆了，最终呢完全无贪欲了，这就自在解脱了。如果心里贪欲重，那一碰到事情常常呢觉得不难做，常常呢觉得没有办法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的心量小了，本来心量跟八戒一样大，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是自在的，但是呢自己妄自就缩小到只能这样，其他都不能了。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讲，比如说如果心相欲很重，穿衣服非常讲究，那稍微穿破旧一件就会无法接受，这就让自己的心呢无宽限不得待了，这就是处事有碍常不满足了，要知道这就是障碍涅槃了。那这些问题呢跟自己的身心平时生活做对比，或者说是不是这个佛法作相来对照自己身心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遭遇啊，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存在。比如说住房子也是住惯啊，这个高级的，那么稍微差一点就会受不了了啊，就像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那么高级的人不管房子怎么简陋，他心里过得照样快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很将就的人就会非常不满足，他的心怎么也宽阔不了，甚至呢一看到这么差的房子就生气了，就很不满了。那么这也不是外在造成的，而是呢自己内心的欲望心造成的。哎，同样的你做事情也是这样，超欲不贪求，就高高低低随缘而做。哎，如同这个长江的水啊，遇到弯的地方就大弯，遇到直的时候就直溜了，任运腾腾，没有这个障碍。但是呢相反来讲，如果要求太多就会很不自在了，才能只有这样才行，不这样才过不去，那么这样自己就是把自己绑死了。而所谓的解脱啊，不是在别的地方求，就是要脱开贪欲的缠缚，就自然通心无碍了。那么实践的人们回讲各式各样的幸福论，其实那些论调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说人生要过得幸福，要过得快乐，什么才叫幸福快乐呢？我们觉得要富有，要过得充实。那么又怎么是富有和过得充实呢？其实我们需要知道贪欲自性要本质的发生德、不如德、解脱德都能显发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富有，这才是真正的充实，也才是正幸福正安乐，这样需要理解。那么佛就说了，有少欲者则有涅槃，使你少欲。说实在现在一般的很多人呢看不起修这个少欲的法，好像呢特别不喜欢少欲。其实呢需要知道，有少欲就会先发法身，发出般若，成就这个解脱，那么这样三德都具足，这个叫做大涅槃。所以呢少欲到最后没有其他的妄想，涅槃不求也自己来了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忽略这样少欲的这个修法，看不起修少欲的法，否则的话真的跟涅槃呢啊有很大很大的距离了。但是呢少欲确实是这样一直穿袖，那么到最后没有其他妄想，那么涅槃刚前面说说一样，不就也自己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少欲的功德也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啊，或者说对现在的真正想修解脱道的人呢就不能缺少的，最重要的又是第一个不能这个缺少的，那么就不是别的了，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说就是无求的功德，或者是少欲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佛讲功德的
是哈，苏先讲的第一个。那么接下来讲苏世坚他要修行的第二个功德，也就是知足功德。那么我们学这一条也是自己要成就一个平等，要看我自己现在心里是否有知足的平等。如果对于财富啊、受用啊、地位啊、名声等等已经很知足了，不再把心思放在增长这些以及追求这些上面了，还是很不知足，有那好的还想更好更多呢？要看这方面，自己反观观察自己的心态，是真的居住知足的平等，还是呢就是不知足，而且呢有那好的还想要更多更好等等，这样需要翻新观察自己心态是如何如何。如果我们能知足，那内在心就已经处在安乐安稳当中了。所以呢大家知道后记在心里，知足常乐了，知足是第一快乐了，知足内在心已经平下来了。那么相当的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不知足，需要得到外在的物质享受，还有呢就是虚假名誉以及地位等等，才感觉到很快乐很满足，那我们实际上是处在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而成了财富名声地位的一种傀儡。有一根线在牵着自己的心活动，这个叫做财富名声地位了。而只有得到呢，或者呢拥有了更多以及更好的时候呢，才感觉到满足，才觉得实现了自我价值。如果一旦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内在的心就会塌下来，那么这样就成了物欲的一个奴隶，就成了一种被财富啊、名誉、地位的一种伸缩、讨老、剥制的一个人了。那不是真正的安乐，而是在颠倒的一个生活，而是在颠倒的一个生活。所以如实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成就了知足这一次功德，那么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充满喜悦了。我常常想，我们只要有一点智慧，佛法本来是很简单的，学到本来应该比做世间任何事都要简单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做减法。有句名言说，未学日益，未到日顺，意思呢就是说世间做学问是在不断不断的增加，认为自己的知识越来越多了就是进步了。而佛法呢以退步为进步，而佛法呢就是以退步为进步，以无求为德，以知足为乐啊，是翻过来兼取妄想自作，最终减到呢零，那就是存以本心现露了。这里是把贪欲妄求写下来，减到了零，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安乐，时时刻刻都安乐了。因为你知道这是有自己的一个心妄自自作而出现了苦恼。如果心里自足，什么都好，怎么样都好的话呢，那才是真正自在的人呢，那才是真正心安的人，是这样。所以呢，知足的这个功德非常有价值，而且呢，对人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就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佛说那样知足，所以呢，大家必须要知道，求安乐不是外求，而是呢，在心里，心里苦因、苦乐的感受，也是在你的心怎么认为，心外并没有苦乐的一个存在。你的心一旦吃足了，就一切都成了安乐。哎，就像这个烟灰俱楼像，一旦是一飘逸，也不改其乐。这个烟灰啊，住的是一个贫民窟，很简陋的一个房子，很简单的一个饮食，生活相当的一个简朴，但是呢，他内心的乐从来不会改变。那么我们内心知足就自在了。如果今天
就是睡在很简陋的一个茅棚里面，心里海阔天空，而且呢无忧无虑，根本不必要为世间的事动一下分别执着一下，没有什么忧愁爱憎，这就是真实的安乐。就是因为知足，把这个可以说物欲讲到了零，那就无处不自在了，真的处处都自在了，这就是真正佛住的人了。那么大家需要知道，苦乐在于心，心里没有什么欲求当做的，所以呢不会因为得到了就非常兴奋自豪，也不会因为失去了就很沮丧很痛苦很忧愁。虽然我们每个道友需要清楚，自信本自具足，不跟着虚妄的执着走，这就是安乐自在了。心里活泼泼的，不再受外在环境里中愧累，认得名声财富地位都是假象，那么心就不被境转而能专进了。那么再说，所谓这个富贵和贫穷也是你的心建立起来的，如果心里始终觉得不满足，觉得很缺乏，那就是贫穷了。如果心里非常满足，哪怕吃青菜豆腐也跟吃美味佳肴一样了。还有呢，一顿粗茶淡饭吃的比什么都香，另外呢就是穿一个烂绿衣衫也觉得非常好，就跟穿华美的衣服一样了。或者呢就是按部当车，跟这个做一个舒适的一个校车一样。同样这个睡在非常这个狭窄的一个都市里面，就像睡在光栅里面一样，很这个宽阔了。心里没有不住，那就是富住了。因为心中没有欲渴，那么心就是大富贵的相了。所以呢，这里要探究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按照内在心法来说，什么是富贵呢？什么是安乐呢？怎样的一个状况叫做幸福指数高呢？怎么来得到真正的安乐以及真正的富足呢？那么这个必须用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智慧需要观察。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就是跟世俗的做法完全的相反，简单到极点了，简单的到极点了。那么资金内在信上一制度，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全部已经消失了。资金内在信上如果不制度，那就源源不断的求取，源源不断的造业，源源不断的受苦了，这就是妄自苦受啊。没有人硬要把苦嫁给你，是你自己无论呢贪欲的圈套当中，这是走到颠倒求乐的错的路上面去了。实际上呢，这是在不断的汲取苦因，结果当然自会让苦越来越多了。那么世间人们自以为是，认为我这样就能使人生幸福快乐，结果走下来自觉的身心的一个诱惑啊、焦虑啊、烦躁啊等等越来越强，人们都认为有财富就能真正的快乐，但是呢真正有了几块钱就快乐了吗？如果今天就是睡在世界上最豪华的一个住宅里面，穿的是世界上最名牌的衣服，同样吃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山珍美味，看最好的一个节目，房子里面堆满了高级的一个物品，就坐在这个屋檐里头，但心里还是贫乏的，不会因为被外在虚假的物质包围就成了内心的一个富足者、快乐者。所以呢，我们人人懂了这一点，就要知道心理自助就是富贵，就像心理端掉了孙海心一样，这就是持戒的波罗蜜多。那么心理调伏呢嗔恨心的烦恼，就没有了地刃，就成就了安乐波罗蜜多。那么同样的心理自助，那就是快乐波罗蜜多了，就是快乐的波罗蜜了。
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真真正正从元气的规律上一点不错乱的，你要得到真正的一个幸福快乐呢，真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必须要有制度才会成功的。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说到，入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自足，自助自法，即时福乐安稳自处。那么这里呢，大家要观察哭因果和清净因果。那么元气上的确认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你这里看得透彻，那么你在醒修一定能转过来往安乐之道上走的。有智慧的人会这样观察，我有很多的苦，那么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呢？因在哪里呢？如果能发现自己一向在于无明颠倒的造苦因，那就知道自己走错了。而能发现苦因是贪欲，然后呢转过来做见法，那就是安乐之道了。所以呢，学佛法不必要外在各种五花八门的一种器具，没有这些复杂的事了。内在心法最简单，比作下线成熟还容易了。而素食者在实践当中啊，没有比学佛更身心更生力的一个事。其实呢，大家心里需要记住，越身心越生力就越好了。如果连激动的事都不会做，那真的你乱太深了。这唯一就是自己内在心上的一个事，不必借助外物就可以懂。要真正有智慧的话呢，折辩一下真的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我们在走什么样的一个颠倒之路呢？啊，就是自己不知足，把虚假的一个名声地位财富以及干净堪称是一个实在的法，然后呢拼命的要去求取。所以这个颠倒从中是自己无止境的陷入在获有苦的循环当中了。那么这样求不到是苦，求得到了也是苦，而且呢贪恨难填，得到呢还想更多更好。所以呢，一直现在住去虚妄假象，而妄着烦恼，妄着造业，妄着受苦的错乱，全靠你走不出来了。如果你能看清楚自己落在圈套，那么就很明白该怎么来减少自己身上的苦了。就是要把妄求的心停止下来，要停止这个，要观察自住，也就是说进一步要观察一切都是呢空幻泡影。现在这里首先是让你成就身作的重心，你如果有知足的心，就是一块可以做神作的一个材料。从这里呢会步入解脱之路，会真正得到喜悦，会天天恢复本来。所以呢一定要观察知足，这个至关重要。你就要想，也就是说一旦我知足了，我的生活会轻松多少呢？喜悦多少呢？幸福感会有多大呢？比如说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分钱呢都在求取，他的心理压力呢比普通员工要大得多啊，就是因为他的妄想大，欲望大。如果是这公司里做一个打扫的员工，那么每个月能拿800块，他很知足，就只是每天扫扫地，再没有别的一个劳累。那么如果幸福指数是以外在财富的多少来定，那当然打造的这个员工远远不如这个大公司的总裁。但是如果是以内心的安乐程度来衡量，那总裁又不如扫地的员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出了这个扫地没有更多操心的事，那么这些钱已经够他用了，生活很安心的，吃得香睡得足，根本不必要什么操心啊忧虑啊，不必要在名利的这个竞争场上面跟别人战斗啊。那么相反来讲，整天处在一个焦虑
很精湛的心态里面的人，即使送你越多再多的钱，也不会有真正的一个幸福感。那么在我们回到自身上来说，如果知足了，比如说衣服从原来的十套变为两套，饮食也从中中降就变成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饮食，其他生活用品也都很知足，不必要挣钱，只要你这样减下来，单是就能发现自己心里会轻松很多，也会安静很多，这就是元气上的一个改变了。单单从物质上来讲，减掉了多少追求串的这个妄想，单单从衣服上来讲，减掉了多少追求串的妄想，比如有好衣服就贪心想求到，为了求到就要有钱，钱少了就会烦恼，正是真正串了好衣服也只是一个增加一个虚荣心而已，穿的好衣服也只是一个增加虚荣心，但是在衣服上一知足，这些心上的烦恼以及种种不清净的业就会减下来了。但从衣服上来讲，这样来需要观察实际，确实知足的功德，或者说心里不会产生很多烦恼，造很多不清净的业，都没有，都可以减下来了。然后呢，在衣食上，在住宅上，在生活用品上都求这个知足，到后面就发现自己内心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由，心也越来越安乐了。所以呢，知足会自息很多求取的这个苦，知足就是常乐。那这里佛经上讲知足自法，即是富乐安稳自处，大家需要清楚，这就是讲清净因果，其中这个知足是清净的因，富乐安稳是清净的果。所以呢，这个知足这个法就是富乐安稳自处。如果人们都在求一个富乐安稳自处，其实呢，外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所，任你为去了什么俱乐部啊，或者是度假村啊，或者呢到了某个名胜古迹啊，或者是海滨游唱啊，或者是幽静山野等等，就会有一种富乐安乐，其实没有这样的地方啊。只要你心里自住，当下就住在富乐安乐之处，富乐不是外在有什么个形象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不要被自见的这个概念做蒙蔽，我们人呢，往往因为虚然的过剩了，到了最后分不清楚真真假假。世界里做的拥有什么名啊、利啊、财啊，这是幸福，这并不代表是真理。但是呢，我们处在强大的舆论场合，见到大家都怎么说怎么求，自己也就会发生一种错觉，会认为我也必须这样才算得到富足安乐，没有达到这样就还感觉呢不富有，还感觉呢不幸福。他千万不要被这样之间的言说梦骗，你要知道外在哪里有富乐安乐之处呢，要知道这是自己的心当下知足，就是富乐安稳之处。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知足，就已经陷在贫乏不安稳当中了，这样来需要这个理解。所以呢，就是佛就给我们说的非常就清楚，知足自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大家想一下，一切智智佛用最大的悲心，最好的心，给我们用最圆满的一切智智，观察最奥秘的内在性世界上得苦乐的一个元气的规律。如果按这种一教风心呢，人人都会真正的苦得乐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佛讲的这些，一旦你学了佛法，拥有这个可以说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稍微把这个智慧用一下，观察一下，翻新一下，从各个方面调整一下，那这个药到病除一样的，这个佛法的智慧一到你的心间的话，你的很多苦恼，你的很多烦恼都会消除啊，或者是讲点等等，确实是会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你完全一一都明白了，只要稍微提察一下内在心，马上就明白了。当你心里不满足，认为我还不够啊，
我还要更多更好等等，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就有一种妄求的一种冲动，就已经不安了，已经不安了。见到别人得到了，你就要求自己也很快的求取到。那么一个错误的自命就让你脱离了本位了，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迷失了，你本来是佛，就是这样做中分的，当时就失去了福乐安稳之处了。你要心里不动的话呢，那就是富贵安乐，就是安心了，就只有这一点点。所以我们需要清楚，让你学空性，你是为了认识这些全都是假象。所以说信一禅坐一禅一抹东京且安然，无非就是见了本性，知道一切的现象都是虚妄的，内在心就不动了。凡夫呢，无非就是不见本性，误认为这些都是呢真实的存在的，巴不得要求到，而求不到就非常不满足，非常不乐意了。那么看看这世间的芸芸众生为什么这样苦呢？就是坐相贪求，如果见到是假象，外在的假象不会影响呢你内在的心。比如你认为这个名誉是虚假的，那有没有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如果认为我没有得到名誉，他就苦啊，伤心了，一脸的不高兴了。而其实这就是一个虚假的，但是呢他迷了不知道而已。那么比如现在我们首先假设说这个叫第一命是什么一种荣誉，然后呢就是营造一个虚假的一种氛围，然后这里有宁江台首先主持呢，主持人呢就是各种功德一番，然后呢就是宣布颁奖啊等等，那么人就很高兴的上去了，领到了奖喜笑颜开喜笑颜开，台下也就是开始鼓掌庆贺，这个时候大家就说他得到了第一名，其实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呢得到第二名的人就会渐进甚醒，会觉得非常沮丧，心态呢也烦乱不堪的，这就是不知足让他远离了富乐安稳，他心里现的就是贫乏的一个相，苦的一个相，不安的一个相，所以呢不知足就是贫乏不安自处，相反来讲知足就是福乐安稳自处。这就是佛医教经这时候所讲的，非常让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做的，这样才让佛的弟子得到真正的福乐安稳之处啊。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那么知足和求伤心有什么差别呢？那么这个必须要辨别，所谓的这个知足就是指对虚妄的发已经放下追求，这个就是知足，而所谓的这个伤心就是指有大愿力，要把自己本具的性德彻底显发出来，不得少为助。那么这里要能区分正价，过去呢是自价未增而不满足，才自得自己呢长夜吃成甚色疲劳不已，虽然还处在虚幻的世界，还没有正道，还需要一间自居来维持生存，但也仅此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虚假的无思议的，而在佛法上呢，那就要把普贤信愿深刻意业唯有疲倦，念念相续唯有间断，这是从无言住的，这是觉悟者发起了无尽的大愿呢，哪怕是经过拜前完结布施给众生，比如财物啊身体，也不会觉得布施已经做够了，或者呢持戒已经多少戒日日夜夜受护身口意禁止恶心，也不会觉得持戒已经做得很够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无言住性。所以呢就是佛法上是无言住，有无尽的一个信愿，就像这个易经说，天心见君子自强不息，其实呢
天心经就是想日月等的天地恒时不断的运行，从无自性那样。这是我们在法上所有研究，这是尽未来及行道，尽未来及度众生。但是呢，对名声啊、财富啊、享受的贪欲，当然要自息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妄字，怎么能增下呢？所以这样我们一辨别就知道，自助和求生机当然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一切智执，我们的道师佛又这样说道：自助之人，虽我地藏，又为安乐；不知足者，遂出天堂，一不成意；不知足者，遂复二品。自助之人，随品二富；不知足者，常为物欲所牵，为自助者说念命，实名自助。那么这一段呢，大家需要清楚，这是以三个对比来现实不知足和知足之间的这个差别。这也是在担心我们苦乐贫富都在自己的心上，不必要在外面寻求。那么从出所上来讲，并不是标定了睡在地上就是苦，睡在天宫就是乐。不然的话呢，如果外在的出所有安乐的一个自信存在，那应当成立在富贵的天堂里任何人都富贵了。但是呢，所有的皇宫里的人，处在现在这个宫那个宫里的人都是很安乐吗？即使呢，第一声望已经发展到33天，跟第一次天王平起平坐，但是呢，他依然不满足，他想把第一次天干掉，自己呢，度把未忘。那么结果呢，起了这样一念，就从王座上掉下来了，昏天黑地里去了。同样需要知道，你要说有自心苦难的一个地方存在，那为什么修行得自在的人在牢狱里也如同天宫呢？为什么这个烟灰聚楼香，它一旦是一瓢饮，不改其乐呢？其实心里知足的人，外在是影响不了他的，即使睡在地上，也还是欢欢喜喜，哪有不欢喜的呢？而不知足的人呢，即使处在天堂，也还是就是不成形，哪有什么喜悦的存在呢？其实大家需要知道，所谓的这个贫富标准，也不是由物质拥有的多少来界定。就接世俗的观点来讲，不知足的人纵然金云满堂，妻妾成群，但他的内心是贫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缺乏感呢，所以呢就遂富而贫。那么知足的人呢，因为他没有觉得欠缺，而是圆满的拥有，所以呢就遂贫而富。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一旦消除了贪欲，那就无处不富足了。那么进一步来说，知道每个人信心本来居住一切，就没有任何贫乏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已经不为外在的幻象所迷惑了。那么自己心里有无价宝恒河沙众的本质居住，那么运用起来源源不断，有什么一种缺乏感呢？所以呢就是心的本性本来居住一切。那么知道这个，那么想一下，没有任何贫乏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圆圆满满的一种境界，它本质居住的，那么应用起来源源不断的，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一丝一毫都会有一种贫乏感了。那么不知足的人就是可怜的人，常常呢被这个无欲所牵，没有这个自在，所以呢就是被知足者怜悯啊，成了这么一个怜悯的一个对象。那么知足者看他一直呢被贪欲控制，再怎么都无法满足，不断的身心那么多的烦恼，成天呢像疯狂人一样不做虚幻的一个假象，得到也只是暂时快乐一下，马上就又没有了，没有得到呢就很不满足，像这样表现的心态和行为让知足者呢觉得
非常这个可怜。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啊，有贪欲的兵，那么这个身心就不自在了，整天呢眼耳鼻舌都在求色身相位，而所求的这是一个假象，一生一世为了假象而生烦恼造业，太不值得了。那么这样怨怨妄妄的一生又一生在轮回里飘落，妄受辛苦。那么这就好比一个梦中的人一直被梦里的这个金香所迷惑，在梦里不断的追逐求取，之间他在梦里不断的起贪嗔等的烦恼心，那真是可怜，真的已经彻底陷在迷蒙里面了啊！就这个必来参观一下就明白，佛说的呢确实千真万确。所以说一字千金，就是佛经里面一个字就是这样，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针对你就是一教分信的话呢，对你来讲不是暂时几个月纪念，乃至于生生世世有无穷无尽的安乐会现前的。而且呢就是颠倒的妄自啊，或者是对世间的幽楼这样的这种法特别追求的贪欲心都实习下来了，这样的话真正就是很快得到一种非常自在解脱的这个境界。所以呢佛这里就是一切智识智慧观察一切最微细最奥秘，让人得到真正带到命运你会得到的一个最圆满的说到究竟一个巧绝的教授，佛的智慧观察了，然后呢在佛结经涅槃的时候给我们讲了这样殊胜的这个法要。所以呢尽量大家呢就是按佛讲的好好的这个啊学习真实法义，要了解，不但了解最后不能留在一种口头上，不能留在一个文字上啊，确确实实就是一教分信的话呢得到很不可思议的，不但是你的道心增长，确实对于这个佛啊有种可以说就是非常感恩的心，也感觉佛非常伟大，又非常慈悲，又感觉佛呢又真正的非常哎殊胜的无与伦比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才给我们开显这样这个安乐的一个光明大道，就非常感恩佛的。这个时候呢好像自己的心呢跟佛呢非常感觉就是很亲了，马上感觉就心心相印了，这样的一种欢喜心心心啊，或者是你的道心的基础上修解脱到堪破放下的状态当中，确实就是看到轮回的芸芸众生啊一个都就是不留下，都要从佛法这样这种障念文思修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的安乐，你都会想到要护持这样的佛法，要传播这样的这个佛法，以这个佛法作为比自己生命更要重视珍惜的一个东西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